ground shak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酱。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，算是豪宅吧。那这个豪宅在地图的这个地方。OK， 我们直接开警车进去好了。这边有两个路口，右边这个是人走过去的，左边这是车道。我们就直接开进去吧。哇，那个上面是用灯泡做的。酷！这边有人一个人在这边维修车辆，然后这边有两台复古的车，是什么车？我看看，非凡风情。天哪，这车也太老了吧！这台车不知道做什么用的，就放在这边吧。这台摩托车居然没有轮子，怪怪，从这边上去吗？哟，真的，哇，好多武器啊，超多钱的，这应该是金库吧？黄金耶，黄金，满满的黄金，又有钞票，这里也没有路可以上去，我看一下其他地方，这里没有暗门耶。所以我们要从刚才那个地方上去，然后走人的路吧，对 ，OK， 那我就开车上去好了。哇，真满满的樱花树。等一下，那边可以，楼梯可以走上来，这边可以走下去，然后，不知道啊，没看到啊。总之呢，我们就上来了。奇怪，那个大门是在这边吧，还是在哪边？我看看啊。这是中庭，这是什么蓝色的东西啊？什么？这好像是一个警灯呢，凸出来了，设计不良。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哦，整片都是这个，是炉火吗？可是那个颜色好像那个大便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边。一进门就有相机，这是那个谁的女朋友嘛，对不对？相机，然后这个是撞球桌。旁边有餐桌吧，餐桌还有蜡烛，然后这边厨房，这边还有人在烤牛排，这里哎，哇哦，满满的炉火，这个是这换衣服的地方，这衣服也太多了，好棒哦，是有人在洗澡的声音吗？谁呀？这个水龙头没关啊！哇，这个 view 超赞的！从左边看一下。哇，好美丽的风景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第一人称。哇，满满的好风景啊！所以左边没有路啊，看一下右边，这是刚才来的地方。这可以走吗？会不会烧到啊？酷哦！那是酒吧。我等一下把那个时间弄晚一点，看晚上效果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地上这个亮亮的，不是放那个异形的蛋的时候会放在地板上面吗？等一下，我没有装那个水的模组，所以跑不出来。真
的，为什么水跑不出来？这两个女人好丑啊！看一下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图案是游泳池的意思吗？这样，这个黑色是什么？黑色应该就是啊，我看到了，这样子，它其实是一幅画，但是为什么变成黑色？怪怪的。嗯，上去看看好了。OK， 这边是停机坪哦。啊，一个停机坪，这可以爬过去吗？哟，可以耶，好棒哦！啊，那个楼梯上来就这边了。OK， 所以上来之后会有桌子。呀，那个那一盒是什么？这一盒是什么？哦，那是杂志啊。啊，你讲西班牙我听不懂。听不懂你讲西班牙话，你讲国语好不好啊？不要害怕，我不会打你的。我再看一下这里。哦，他在烤肉。老兄，没有肉你在烤什么啊？你在测试这个性能是不是？是不是啊 ？OK， 这个桌子非常的。OK， 我们继续下面看一下好了。喂，哦，啊，刚才是从那边进来的嘛，我都有点迷路了，先走这边好了。哇，好大的电视机啊！这个下面是到哪边啊？去看一下。哟，哦，这个是游泳池吧？那个水的模组没装，就变这样。OK， 然后左边的，哦，这是那个电影院啊，小型的电影院。哦，有酒跟那个洋芋片。OK， 我先把那个时间用晚上。晚上就长这样，真的是在放电影院，会闪。哇，还有情调啊！有水就更棒了。这我真的没水吗？真的耶。上去看看，夜晚版的这个豪宅长什么样子啊？哦，那个灯光就不一样啊。是不是？这灯光真是太美丽了！哇哦，夜景。OK， 现在在这个 bar 这边呢，我的地板。哇哦，看起来真不赖哦。